位微星贤士，各位死亡善知识。好，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风水学的奥秘。风水学的智慧包罗万象啊，风水的吉凶祸福影响到家家户户的平安。风水学的珍贵可以福荫家家户户的平安，而进一步福慧增长，可以创造更好的人生观。所以现在盖别墅了很多啊，但是有的人别墅盖得很漂亮啊，他认为亲戚朋友来啊，不要在他家里的厕所里面来使用，所以他就在庭院虎边右边啊盖了一座厕所啊，在庭院的右边右方不可建厕所和仓库，一盖上去家里不平安，孩子不乖啊，老婆心性烦闷烦躁，你做生意做事业就是奴妻主兵妻主，常常被欺负啊，你的员工窝里反你也不晓得。这个例子我看了很多，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告诉各位啊，你们你即使我这里有一栋很漂亮的别墅啊，你们从这边进来啊，你在这里就盖了厕所，啊，说朋友进来，啊，不会进入你的家里来用厕所，会在外面。这是孤老人、吝啬的人、没有智慧的人、阿爸的人，啊，干了想要骗人的人。到最后吃亏是你自己啊。我看了很多案例都是这样啊，在这里建个厕所或者这里建个仓库，结果白虎背后握拳白虎握拳。所以啊，请各位同修啊，大家要注意，有朋友这个是不了解的，你们可以跟他建立啊，他相信了就帮他忙，叫他厕所移到这边来啊，在这边也不行，这边是厕所移到龙边来也是凶啊，那最好就拆除去厕所给大家来到里面来，你会更平安与幸福啊啊，在这里特别的啊强调啊，提醒各位啊，不要患到这个毛病，走平安啊，祝福各位。